到第六呢，这个注安云游学书论何要论盖造论何道办是日常生活的准则。第七到第十一论打坐论降心论念性论匹配武器论毁性命，这是内在的修炼啊，丹道修炼。第十二到十五呢，论圣道论超三界论养生之法论离凡事，这是修道的最高境界了。这应该是讲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的理解啊，它里面讲说你不可以离开世间，但是你要你就是说你要度人啊，你不能心系凡人，但是要像那个莲花一样。我可以了解他的想法啊，他行菩萨道啊，不知道理解对不对？好，等下请老师补充啊，再上来哈。哎，这念过了嘛？好，再上好到这边。其中呢，修道指心性超然物外，而非指肉体的白日升天离开凡间哈。这个是全真道的重点在这里，就是说我们死掉之后呢，我们是灵官回到瑶池。但是现在在大陆，在道教，很多人都说得成仙就是一个人哈，就像那飞到天空去这样，就飞走了。他说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钢铁人哈，那钢铁人他有一个元素啊，他是旧的嘛，然后他飞到一半就是空中的凝结结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掉下来了。我不是讲笑话，我讲实际状态，就是钢铁人就算是机器人，他飞到空中他都会结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元素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啊、哦，那是科幻电影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如果还有这种观念的话，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就跟科幻电影一样，就漫嘎，你猜我哦，很漫嘎。但是你现在看很多道士，他讲某个人修行成真什么，他说啊，成真你飞给我看啊，你会飞啊，你会扬神，你要穿给我看，穿过去给我看啊。他只注重这个东西啊，术隐形怪，他不讲修行，对不对？其中修道呢是指哎，这念过了哈、哦。好，这个重阳祖师呢，第十二论圣道呢，是要七位真人呢入圣之道，须是苦志多年，积功累，这很重要哦。这个要把它画起来，就是你要想要修行闭关，你没有苦志多年，把你的贪嗔痴习掉的话，你进去一定会跳出来的啊！我在讲我啦。第二个，积功累积，你一定要做的功夫，做的善事够多，你才有资格，不然你没有无福不受禄，你不会办法成仙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积功累积很重要啊。那我们要感谢很多师兄师姐，布施心都很大，很强大这样。好，我们是看到我就说啊，阿斌这个月的啊这个钱哦，到场的基金哦，好感恩。哦，那时候老师出国的时候，哦 ，Amy 师姐哦，哦，在跟我妈妈一样哦，煮一堆东西这样。然后呢，郑老师那时候教我那个打拳，哦，你看无福不受禄，我何德何能，这么多人都疼我啊，可是都没办法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林师兄要带那个红豆汤来，哈哈哈哈，补充一下。我说感恩啊，这是感恩两个字，真的至少感恩这样。啊，那个真眉宗师兄也来哦，聊天嘛。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道长很可爱啊，还有那个。最敬重的就是张妈妈，哦，没有她就没有这个道场，哦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出现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感谢大家。所以大家就是，其实大家已经在积功累行了，哦，都积很多功德了。那么呢，除了刻苦修持以外呢，生活方面也要好，哦，简朴清苦哈，哦。然后呢，当年祖师在宁海，就是山东了哈，收得马丹阳、唐长征、邱长春、王一阳、郝大通之后呢，就带他们上昆云山，自己打凿烟霞洞。动势修真就是这样的新兵训练，啊，真的是新兵训练。为什么？因为王重阳他只有四年的时间，他就要过世了，很短，时间太短了，哦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新兵训练啊，哈，给他抄而已哈，哦。那七真就加以仿效了，只是每个人修行的重点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把它念一下。好，七真今年根气好，修真典范垂世人，二三真子来效法，正得仙果具药师啊，这是指我们这位二三仙人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哦，马丹阳真人，我认为啊，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哈，是以第五个论盖造为主。茫湾草色需要遮行，露宿野眠触犯日月，苟或雕梁峻宇，亦非上士之作为。大殿高堂，岂是道人之活计？所以呢，马丹阳他的闭关哦，我们可以觉得他是马半舟，他很有钱，对不对？他的闭关房应该是五星级，对不对 ？No。那个当初要建在那个建物集里面有写啊，就是他弟子问说，师父你的闭关房要多大，要几丈，哦，要就是要大一点的，哦，然后呢盖起来豪华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里面再给他给你说好空调的，我们现在有空调，对不对？他古代没有空调，然后再给你弄一个床。马丹阳说，他说师父你闭关房要什么？他说给我一张桌子，就是写字的桌子，还有呢一张椅子，还有什么一支毛笔，还有什么呢一张
羊皮，就是可以睡觉躺下来的羊皮。他说还有呢？不用了。啊？什么？没有东西了吗？他说没有了，你就给我桌子、椅子、一支毛笔，还有一张可以躺下来的羊皮就好了。哦，师傅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吗？你连床都不要了吗？他是睡地板的哦，他是睡地板上的哦。我们没办法想象，对不对？他是这样苦修的哦。他就一个人进去，然后五天吃一餐，然后早上吃一个粥，就吃稀饭，然后中午吃一碗面，然后就不吃了，这样苦修哦。然后有空就写诗，所以我们很幸运，那个厚那本哦，里面有很多他的著作，他在里面苦修的著作。他说他夏天不喝水，那我们没办法想象，夏天这么累，竟然不喝水，我们夏天不喝冰可乐都偷笑了。他夏天不喝水哦，他发誓他夏天不喝水哦，我没办法想象，这真的没办法想象。冬天不抱暖炉，山东因为那个郑梅东师兄知道山东很冷，对不对？下雪嘛，他冬天不抱火炉哦，没有暖炉哦，然后睡觉也没有棉被哦，他就用打坐，用那个温的这个丹炉，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哦。好，所以呢，马丹阳真人他的闭关就是以这个哦茅舍为主，然后呢，好，他后面讲了这个砍伐树木。断地之精义，他都不做这些事，因为这是重阳真人告诉他的，所以他连这个树木他也不敢去砍哦。他慈悲到这样，他就把那个石头堆起来，然后变一个环堵这样，然后也没有砍树，他连这个树木也不砍，断地脉之精也没有，他都没有破坏。化道后才取人家之血脉，只修外功不修内行，如化饼充饥，积血为粮，哦，虚劳重力，到了成空，有志之人早当密生中之宝殿，哦，体外诸楼。不修，啊，不解修完，看看倒塌。聪明君子，细细详察。好，马真人呢？他一辈子都在闭关苦修哦，他是用闭关在修的。一天一碗面，睡觉只盖一张单薄的毛巾哦，就是那个羊皮哦。夏天不喝水，冬天不用火炉，终身打赤脚，他不穿鞋子的，叫做赤脚大仙。如此苦修成真啊，我们再往上。好，这是我的理解，这是马真人是这样修成的，他是闭关苦修的。好，那。邱长春呢？好，我们再念一下，大概是以第十五个离凡寺，因为邱长春他就离开人世间，他到凡西，好，到这个深山去修行。离凡寺者，非僧离也，言心地也。身如藕根，心似莲花，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。得道之人，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。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寺者，大愚不达道理也。好，邱长春他很了不起，他在凡西。跟那个龙门洞苦修十三年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几岁去修的？二十三岁进去修行。哦，在座的不知道有几个是二十三岁的，哦，这么年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二十七岁了啊，我现在37岁还在跳跳狗，你看，哦，心性还是这样跳跳狗。他27岁这么年轻，他去山上修，但是呢，重阳真人跟他讲哦，你今天修行，你不可以离开凡事啊。否则你就是治疗汉，对不对？他最后81岁高龄，他去啊70岁高龄，他去大雪山渡谁？成吉思汗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成吉思汗有三光政策，我上次讲光了，讲过了。第一个是杀光，第二个是烧光，第三个是抢光嘛。凡是经过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今天从台北开始打台北城，全部的人全部杀掉，全部房子都烧掉，好，全部人都全部财物都抢走。所以他为什么成吉思汗可以跨越这欧亚非三国？那我们讲过那个叫做中世纪的黑暗，我在讲太远了。哦 ，Discovery 的节目，他说成吉思汗是用那种闪电政策，一路席卷到罗马帝国毁灭了。但是呢，成吉思汗杀人太多了，少爷太多，所以呢，他去渡他，哦，离太远了。回到这个话题，所以呢，他不是只有治疗汉而已啊，他要去渡这个成吉思汗啊。那么呢，邱真人隐居凡西哦，打打长春洞哦，以力修真。肚子饿了呢，就沿着翻，这是翻西啊，哦，这个少一个字哈，哦，翻西哈，哦，沿着翻西入西村乞讨。诗通呢，他自己感叹哦，那个诗里面写说，他跟个恶狗啊，就是有一只狗在那个门口哦，还吃一碗饭，啊，他很饿啊，没有人要给他饭吃啊，然后就看那碗饭，那狗在那边吃，他就一直看那碗饭哦，然后他就这样去抢过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恶狗看到那个食物被抢走，就开始追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追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很可怜啊！还跌倒，这还被狗咬，这很可怜。你看修行修到这样子，你看，好，恶狗同生一碗饭，被追得满街跑，真的很可怜啊！我没办法想象嘛。然后呢，没有人给他吃啊，他快饿死掉了，饿死数百回。然
然后呢，仅凭一个灵光支撑性命哈，然后呢，孤身斗行于欢溪，冷坐寒洞以练性，将原本秋真人，他原本长相不是很好哈，是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形貌猥琐的面貌，转变为人天之相啊，这个七真史上也有讲嘛哈，这个两什么两什么腾蛇斗口，然后变成什么宰相什么猪。哎，双龙本珠嘛，好，这真的事件了，这真的有这个记载啊。然后邱真人他自己讲哦，凡溪七年的苦修可以当做七世的修为，哎呀不得了，可以讲出这句话的人真的不得了，可见有多苦。他说我在凡溪修了七年，可以当做我来人间七世的修行，偷偷加起来就这七年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他这么苦修到这样子。你看，好，他自己讲的啊，凡溪七年苦修可当七世修为。那么凡溪七年龙门洞八年的苦修哈，累积了喜心魔、气妄想的大功夫，啊，也培养了道德风范。那么呢，邱祖师知道天机，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呢，不惜以72岁高龄啊，西赴大雪山。三年呢，风雪中辛勤跋涉，75岁会见成吉思汗。然后成吉思汗问他要怎么样治国养生哦，他就答他敬天爱民，减少杀戮，清心寡欲，就这12个字。那么呢，大大的减少援兵的烧烧掳掠，一言止杀，啊，然后呢，几支祭祀有其中，使得400州半祸安身。啊，他就跟陈吉思汗讲一句，他说：“你要杀人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杀小孩。”他想了很久，啊，好吧，啊，你要杀人可以，你不能杀，妇女。哦，好好，他就说好，好，那你要杀人可以，你不能杀，投降的人。好，你可以杀什么？你可以杀拿兵还要跟你战斗不愿意投降的，你可以杀。陈吉思汗考虑了很久啊，然后他一直没有答应啊。然后他有一次去打猎嘛，就看到一只老虎，好，然后他拿弓箭射，啊，射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老虎被射中了，倒在地上了，然后他就过去，因为陈吉思汗他很厉害，他去打猎，他过去的时候，那老虎突然站起来了哦，然后张开嘴巴往他身上扑过去哦，然后他吓一跳，他跌倒，然后那个老虎就跑掉了，然后。他发现这件事情，他就找邱长生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去打猎，因为老虎向我扑过来，然后跑掉了。为什么？他应该要把我咬死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你是有天命的，你要，因为你是来换江山的，改朝换代的，你有这个天命。但是你杀人太多了，如果你今天再继续杀下去的话，这条命老虎会把你咬掉，就把你咬掉了。所以你要停止杀戮。”好，然后他跟他说。凡是入我全真道的人不准杀，他陈吉思汗说好，我答应，哦，所以这件事就度了他，所以很多人就活下来了嘛。好，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,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-11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地址。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2段27号6楼，电话03281115。